有个铁链拴着0点钟，很粗的一个铁链，好吧，然后这个缝隙大概就只有这么大。上海啊，真的是大上海，国际都市啊，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把这个钱浪费在这里干嘛？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欺负我们纳税人，搞什么名堂啊？还有啥用的？谁呀？